周末的活动消息要带您看到的就是呢，新北市政府为了庆祝2013年的国际志工日呢，在这个上周末的时候，在新庄体育场的阳光草坪呢，举办了志工大会师的活动。来自的全新北市超过2000位的志工齐聚一堂，现场的气氛可以说是热闹非凡。新北市政府为庆祝2013国际志工日，在新庄体育场阳光草坪举行志工大会师的活动，来自全市超过2000人齐聚一堂，展现志工活力。我们新北市就有950个志工团队，有将近10万的志工好朋友，在这个志工的大家庭里面，大家每一位都是牺牲奉献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牺牲就是代表别人被照亮，我们的奉献就是代表每一位受到我们奉献照顾的朋友更快乐更幸福，所以我们会感到更快乐更幸福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今天是什么日？国际志工日。我们有我们的节日，我们来肯定别人的同时更要肯定自己，爱别人的同时也要爱自己，好不好？真的好棒哦！为呈现这一次的活动主轴“叫你幸福”，现场还特别安排分别代表8个不同单位的志工，抬着游行过新北市29区的幸福轿进场。加上志工们所带来的各项精彩表演，更将现场的活动气氛推升至最高点。以上新闻记者新庄采访报道。